我喺3年前啊，喺海港城嘅天台嗰度咧，举行咗一个由健康等主持嘅咧网上演唱会，为香港人打气嘅。估唔到咧，一个月后咧，呢位歌手咧喺同一个地方，率领咗超过80多个舞动艺员咧，做咗另外一个网上嘅演唱会啊！唔单止为香港人打气，亦都为当时咁18、10位嘅舞蹈员咧筹款嘅，解燃眉之急嘅。今晚开心，终于可以同台演出啦！跟住落嚟，喺我心目中咧，佢系真真正正嘅舞台王者。估唔估到今晚我哋嘅特别嘉宾系边个？哇，劲抽咯，劲抽！大家以热烈嘅掌声欢迎今晚我哋嘅特别嘉宾，好嘛？佢就系舞台王者郭富城 ，Aaron 晴晴。有佢咁靓事，冇佢咁够仔。正哥系歌神，点知咁简单？样貌与身材，佢比较耀眼。想揾多个，好几难。佢下下要有型，歌声系最好玩。Dancing King Aaron， 乜都跳一餐。现代舞 disco， 吉他嘅舞耀眼，精彩个舞好抵赞。尖沙咀 sushi， 使乜休两餐？佢老豆勤力惯，喺街市卖鸭蛋。尖沙咀 sushi， 屋企多靓衫，产够六米亲男，套套嘢可抢眼。佢一碰见马兰，对眼会猛咁眨。风骚兼笑云，乜都笑一餐。默默去 disco， 通宵到达达。青春一去空悲叹。OK，Aaron 点都冇步你睇下，哇！哇，真系舞台王者冇得倾。玩我先。使乜休两餐？佢老豆勤力惯，响街市卖鸭蛋。尖沙咀 sushi， 屋企多靓衫，产沟六米亲男，套套嘢火抢眼。佢一碰见猛男，的眼会猛咁眨。风骚兼笑云，乜都笑一餐。但望那 sushi。光阴咪乱散，青春一去空悲叹。Yeah！ 郭富城 ，Aaron， 哇，成成真系冇得倾，冇得倾，真系舞台王者，冇得倾，冇得倾。Sam 哥可唔可以揽下你啊？哎呀，我都揽啊，成成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咁大家今晚咧一定好开心啦，我都好开心啊！因为点解啊？其实我知道 Sam 做呢个演唱会嘅时候咧，我同我公司讲话，我想自荐。系啦 ，Aaron 真系自荐啊，好有心啊！我可唔可以做阿 Sam 嘅嘉宾？梗系可以啦。我听到啊，阿 Sam 答应啊，你快上嚟啊！到時我哋到時見啦，咁我哇，我好緊張啦，當然係，因為好話唔好聽，我真係聽住啲歌大嘅。但係我一定要講嘅就係、是、阿 Sam 真係好 fit， 好勤力。多謝多謝多謝，郭獎郭獎。啊，喺呢幾晚上面啦，咁我一直都喺網上面睇到阿 Sam 表演，又。自彈自唱之餘，又要打鼓，好賣力。一樣嘢就係好值得我哋去尊敬嘅，因為佢就係歌神。唉，多謝多謝你講啊！自己從來真係細個一路聽住啲歌一路成長嘅時候，如果冇阿 Sam 喺
那個年代你去為香港做了第一代所有香港歌曲的始祖，應該這樣說吧，流行曲的始祖。多謝多謝，我想我都沒有機會站在這個舞台唱歌。不是真的。那種緊張和興奮的心情，我想大家你們是不會明白的。雖然我在舞台上面身經百戰，但是我上到這個舞台見到阿 Sam， 我真的腳仔軟了。真的真的懂得說話，好有趣。真的的。一直在後台聽到 Sam 哥在唱歌，又看到 Michael， 還有聽到很多很多我小時候陪著我成長的歌的時候，我自己就是希望繼續去努力，一定要應該是這樣說，我會繼續努力的，歌神。OK， 成星，接下來不如我們唱一首歌給觀眾聽，好嗎？好啊！唱首什麼歌好呢？不如這樣，我知道呢，Sam 哥很喜歡這些歌，還有填詞，還有這些歌也是我們一直都很欣賞哥哥作曲的一首歌。沒錯，沉默是金。OK， 好不好？大家還要一起合唱，全世界來合唱。受了教训，得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得透，不再自困。但各有分数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任你怎说，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。是非有公理，慎言莫冒犯别人。遇上冷风雨，休太认真。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少年人，洒脱地做人，继续行，洒脱地做人。掌声 Aaron 哈，郭富城，成星，嗱，成星，我知道你今晚咧，知道你自荐上嚟做啲演唱会啦，我特别做咗个礼物俾你送俾你噶，吓，麻烦我哋工作人员升个礼物出嚟睇睇啊，哇 ，Sam 哥，我哋要唔上去睇下，哇，太，哇，呢个锦旗啊，特别送俾阿成星啊，哇，太。啊，好有型啊！我覺得是太珍貴了。哇！好嘢！哇！舞台王者，郭富城啊，冇得傾。唉，我受之有愧啊！我真的覺得。唔好客氣。我真的覺得同阿 Sam 哥即係睇到嗰種努力同埋。咁多歌又識作歌，我自己咁大個仔作過一次啫。咁我希望我以後將來啦，有機會啦，我覺得我都想嘗試下自己作曲咯。好啊。同埋我覺得想嘗試下，好似 Sam 哥咁叻，自己作埋詞。唔叻，可以盡量嘗試啊。好，我一定會嘅，俾心機。多謝。咁我首先要接過呢份旗，頭先咁靚，我唔攞住，好似好炸人，舉嚟睇下先。好啊。Sam 哥送噶。好靚！一定要擺喺門口啊！嚇，影翻幅相，影多幾幅相啊！起碼擺喺門口啊！OK， 呢份禮物真係好正。咁啊，除咗呢一份禮物之外咧，即係你送咗一份禮物俾我，其實我有份禮物送俾你喎。嚇，你有禮物送俾我？我係冇講過俾任何人知啊！咁黑咁客氣真係。但係呢一份禮物咧，我希望你會喜歡嘅。啊，攞咗嚟啦。哦。咁咧，因為咧，我自己都知啦，喺一段時間咧，即係
在過去的疫情啦，咁你知啦，做完我哋喺一個阿 Sam 哥做完個慈善演唱會之後，我跟住未做一個慈善演唱會之後咧，其實咧我就冇再過做過演唱會啦，喺三年，啱啱就做翻演唱會啦。咁啊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就學咗書法。哇 ，OK， 原來書法咁勁啊！我唔勁噶，我學咗九堂嘅啫。哦 ，OK， 好，睇下睇下咩料先啊！睇下咩料，咁咧我就即興咁就寫咗嘅，係今日喺屋企咧，即係。啊！點都要寫張俾阿 Sam 哥。OK， 大家欣賞阿成成啲書法啦，睇下，哇！哇，好靚啊，好靚啊，多謝多謝，哦，哇 ！Sam 哥，麻煩你。哇，好靚好靚。你要唔要？多謝。真係要。哦，多謝。好，俾大家俾大家睇下睇下成成啲書法，哇！真係好犀利，仲勁過王羲之啊，真係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在 Sam 哥面前簡直是班門弄斧，不過我覺得是用心去寫就可以了。好好，真的非常好。我希望這個我親手寫的歌神可以作為一個紀念。多謝多謝成成，多謝你放在你家。放在家裡一定相著放在牆上。好，那我麻煩我們 OK， 到時我會將它裱起的，因為寫起還是滾熱辣的。嗯，好啊。是啊，那些墨都還未乾的。 OK， 好啊好啊，未乾透啊，是真的的。这隻字是在五個鐘頭前寫的。哦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係啊，所以未乾透嘅。係，仲有啲濕濕地睇到。好啊，多謝曬成成啊，多謝，多謝成成啊，好多人多謝你啊，俾啲掌聲成成好唔好啊？唉，好嘢啊，成成。我覺得凡事做嘢咧係用心就得噶啦。咁啊 ，Sam 哥，你就既然啊請咗我嚟你屋企啦，喺呢度係你屋企嚟嘅，咁我哋。香港人在家裡最喜歡是什麼呢？過時過節當然是打幾圈。唉，跟著是我麻雀就沒有帶來了，咪就帶來了，那不如就唱一首。好啊，整幾圈的歌吧，整幾圈這樣吧，打仗英雄傳好不好啊？大家一起唱吧，一起唱吧。六嬸三太公，大眾開一台攬亂似亂用，又放歌打殘舞，圍埋砌幾圈啊，論啊論英雄，誰是大英雄？大英雄落手三隻冬，落到啱三叫二五六同，絕隻虎真陰功，憑銀陣就嬲到面啊面都紅。大相公小相公，如老千一張髮亂曬大龍，食炸碗包出重，氹氹轉啊好似大啊大灰熊。滑尾龙起势功，大四起都揸晒南北西东，早排讲天聪，我频频换下舞啊做啊做英雄，时势做英雄，大英雄，郭富城，阿成成冇得倾，一定要俾多啲掌声，成成啊，阿王。Thank you， 多謝多謝成成啊，多謝 Sam 哥，多謝多謝多謝，得閒又嚟玩過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多謝大家，俾多啲掌聲成成啊，成成。